由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泰山高院学生的本国语文比赛，今日在中央大学举行的宣传记者会，来说明比赛的内容和规则。今年是特别新增加的比赛的奖金，最高的金额就有15,000元。参与行业组的优胜，杭州的先得到去到客家电视台实习的机会。金曲歌王王连玉唱《凡痴歌》，加添不同现场闹热的气氛。121年普泰镇高院学生本土语文竞赛报名就会开始了。王连玉歌曲当中用的语言跟竞赛的语言强强强强，项目包含敬语、客家话、汉语跟原住民族语四种语言。一百竞赛挑100优的奖金，前三名就得到8,000多万元。主办单位教育部希望安尼上到高等院来报名。鼓励我们青年大专学生对于本国语文有兴趣的，可以积极踊跃的来参与我们今年的竞赛。竞赛的种类分别有通态的演说跟静态的作文，演说陈述的内容要控制在6分钟内，也当中除了发音、语调、听错的正确以外，内容有自己的想法吗？也是评审评分的提重点。那客家话跟汉语两种语言，在作文的项目当中增加了天龙大师族展现本土语言书写的重要性。我们台湾是一个多元族群的一个社会，对各种不同族群的语言跟文化的尊重跟互相了解，其实是非常重要。今年起是竞赛报名开始嘞，一次会到31，今年也是把握举行初赛。得奖的人除了有奖金，还做得优先得到实习的机会。汉语组优胜的人有机会到客家电视台展开丰富的实习生活。客家新闻蔡依菲、陈玉贤综合报道。